What's up？ 大家好，这里是弟弟。今天在 Kicker Goose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滑板装备。我的板面是来自 Team Healthy 8.15，砂纸我用的是 PAL Pro， 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品牌，是细砂，因为它比较耐用，也不会掉砂。选择了一个镂空的设计，因为每次换一个板面的时候，它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颜色。支架是 Venture 的双空，然后银色，很干净，然后双空也是非常的轻。轮子就是 Speed 5，我用的是53，帅。鞋子是 Skate Mate， 然后藏蓝灰色的配色。Junction on the beat.